观众看到云林二轮西瓜节在今天热闹登场了，乡公所提供了10,000斤的西瓜让民众免费试吃。工作人员切着一颗又一颗西瓜，忙到手没停过。10,000斤红肉、黄肉西瓜免费提供试吃，香甜多汁，也吸引游客大排长龙。大哥，你今天切几粒啊？700多粒，中奖了哈！云林二轮西瓜节4号热闹登场，除了西瓜免费吃，还举办激烈的吃西瓜大赛。女生参战，输人不输阵，还有参赛者大口大口啃，不断滴落西瓜汁瀑布，大家毛起来吃都拼了。好玩啊，好玩啊！西瓜甜不甜啊？今年。农也搬来自家西瓜开卖，产地直销。不过也表示，今年受到气候雨水影响，西瓜受损，减产约30%左右。大贵话一斤怎么炒咯？三两炒炒几钱？哎，差三成。大家种西瓜灾情都蛮严重的。是啊。对，很多有些都裂开啊，或是堆胸都没办法卖。有没有少到几成啊？30%差不多。二轮西瓜产量减，也让西瓜价格比起去年微幅上涨约20%左右。解放中诚云林报道。